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马说。今天小马所在的位置非常的特别，是我们青浦人期待已久的环球购物中心，终于在今天的时候开幕啦。今天是试营运的阶段，那小马待会会带大家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设施。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周边的部分，它就位在我们桃园机场的 A19 站体育园区站的旁边，也是我们的捷运联通宅的冠德青浦会的楼下，从地下三层到地上七层都是购物中心的一部分。如果您是搭乘捷运来到 A19 站，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旁边的空桥连接走过来，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购物中心入口咯，完全不用淋到雨。那因为今天的人非常的多，所以小马也选择在这边做开场。如果大家有去过林口 A9 的环球购物中心，可以做个比较，像林口的营业面积大约是1500坪左右，而我们青浦的环球购物中心高达6000坪的营业面积，里面将近是它的4倍大，所以可以期待一下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样丰富的设施吧。马上带大家看第一手的消息，我们里面走。小马以为里面的家乐福会像是全联的那一种生鲜超市，但实际逛过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比小马想象中的还要多，其实算是介于一般家乐福跟生鲜超市之间了，里面的商品也蛮丰富的，大家可以来逛一下。其实它的动线有蛮多可以上下的地方，不会太复杂。小马刚刚有问了一下工作人员，目前5楼到7楼是暂不开放的，可能要整理到12月才会开幕。
好的，小马带大家快速看完我们青浦环球购物中心的初体验咯。现在来做个简单的小总结，关于小马自己体验的心得。我最喜欢的地方呢，是它的动线的部分，因为它的里面的空间其实非常的宽敞，所以即使今天在人这么多的情况下，也不会觉得特别拥挤。而且它每个楼层呢，都有做很多个手扶梯可以上下，不会说大家都挤在同一个区域。如果说我们今天逛累了，它有设计非常多的休息空间可以做休息，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不错的。因为目前5到7楼还在做整修，我们还没有办法去体验到，那实际能够使用的空间只有2、3、4楼，那里面的部分的话是比较属于生活用品类的，属于我们青浦人如果说平常的生活所需，可以来我们的环球购物中心会非常的方便。最后别忘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感谢收看今天小马说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